你从哪边来玩？新加坡。新加坡。对。听得出来，你看看，新马的。那杯具的话有两种，就是品茗杯。刚才这的话是闻香杯，闻香杯的话通常只使用第一次，它只是闻茶香味的，叫你不需要。然后的话，等一下大家还有。换柴的时候，想要闻闻它闻香味也 OK， 它第一次的香味比较香。